是那个家里有在催的吗？有吗？哦，没有，没，我们家没有人在催婚，只有催生而已。催生，只有催生，并没有，从来都没有人催婚哦。好，对对对。那这一次过年又快要到，家里人就是不想过年啊，烦。其实现在真的比较，我真的会怕过年了耶。这一两年来，因为真的被问到怕了。然后，但我自己就是做一个比较，自主权的，就是哦，不然我就去冻卵，那你们就不要吵我了，这样。对，可是时间也是有限嘛，对不对？冻卵应该就还好吧。不是妈妈有放话说两年吗？妈妈是担心我的身体，但她也没有说要生，只是她的意思是说，如果你要生就赶快生，不然就不要生。对。那像你这一次过年回去，如果被长辈问到这个类型的话题，你要怎么去化解？哎。我可能对对对，我刚刚正想讲哎，就是包红包，或是就送香，就说新年快乐，然后赶快离开这样。对啊。看到志玲姐姐都结婚了，会不会有想结婚的冲动？我跟你说，我其实20岁就有想结婚的冲动，但是真的，我觉得就是结婚并不是真的那么梦幻一件事情，就是它比较属于现实面的，所以我现在就没有那么急迫想做这件事情。对。那这一次包红包的部分呢、啊，有预计要几位数？跟你说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你们的红包应该也都减少了吧，所以我包的也会减少。对啊。大概会落在什么范围内？5位数。落在，那就是大概六，还是会6位数啦。只是那个6位数的头，就是数字上的浮动有点大。那再来就是新年有什么样的不同的计划？计划就是我一样，我就是想多做一点公益，然后多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然后当然也是希望事业可以很顺利，因为毕竟这是我人生中还蛮重要的一个改变。那过年大概会怎么过？过年，我真的。没有想到，其实我已经连续好几年过年就只是普通的吃饭，所以因为我们的工作不是上班族，就是好像只有过年那几天可以放假，所以我并不会就是过年那时候一定要做什么，我其实平常都可以做。会不会跟好朋友一起约的去潜水啊、上山啊？我觉得会，但是那个是要看朋友大家都有没有空。对，因为其实我每天的群组都有很多，我有专门骑车的群组，有专门潜水的，有专门登山的，有专门就是滑雪的，所以就都不一样。对。那有机会好朋友会回家一起拜年？我好像没有，我们家好像没有这个带好朋友回家拜年的习惯。那会去好朋友家拜年吗？就是没有这个习惯，我比较害羞。对，我过年我觉得还是自己家跟自己家的就好了。对啊，其他的就是可能初三以后就非过年期间大家可以去串门子，但是家那个重要的那个除夕初一初二还是让大家保留给自己的家人。好，对，OK， 谢谢。